礼拜天的 vlog， 大家好，我是李斐，地产经济和日更 vlog 博主，在洛杉矶尔湾。早上起来就因为一个人无法分身而缺席了 Lucas 棒球队在 Anaheim 的一个游行。那我现在呢，带着 Fiona 去参加他同学的生日派对，待会儿把他送回来之后再去接班找 Lucas。 周六周日作为一个三个孩子的爸爸，大概就是这样吧。早上菲奥娜看了我在前面的视频中说她跟她妹妹一模一样，她有点不相信，于是我就翻出了六年前菲奥娜出生的时候，我刚开始拍 vlog 的时候，也是我拍 vlog 的初衷，去记录那个时候才两岁的 Lucas 跟妹妹讲的话。谁呢？你知道那个 baby 是谁吗？什么？这是谁？那是 Lucas。这是谁？这里面的 baby 是谁？妹妹。妹妹叫什么名字啊？妹妹叫什么名字？妹妹叫菲娜娜。你说菲娜娜？菲娜娜，你看，菲娜娜名字。Lucas， 你喜欢妹妹吗？妹妹叫什么名字？他在吹他。我在吹妹妹，亲亲 ，OK。你家妹妹。你亲脸，可不可以操心？你家。睡觉。那谁？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跟海蒂是一模一样。同学的生日派对在尔湾最好的社区叫 Shady Canyon 里面的俱乐部举办。 Shady Canyon 这个社区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密度低，进了这个大铁门之后看不见房子的。反正你要开上半天，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以为我开错了，我现在都知道了啊， Shady Canyon尔湾最好的社区 number one， 没有之一。他们这位叫做 Taylor 的女生很有意思，过生日派对请的全是女生，没有请男孩，所以他们女生还带了什么化妆包。还要搞一些化妆啊？不是，是我好朋友。啊，好朋友。是好朋友也会拿，如果他会找到。这是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那这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在这个小区的里面是私家的，不对外开放的，有多么专属。
非常尴尬的一点是，因为是女生们的生日派对，来的全是妈妈们，就我一个爸爸，好违和呀，好尴尬，他们一群女生在那边聊天，有点插不进嘴的样子。When I saw you, I would lose control, made me feel like there was no tomorrow. Should have told you that you're beautiful, but the days pass and now it's so long ago.Did you make it? Did you break free? Did you manage to be who you wanna be? Maybe somewhere you think about me too. 今天上午在我带菲奥娜来参加这个 birthday party 的时候， Lucas 的好朋友 Patrick 的爸爸 Eric 在带他们几个男生在那个安娜汉棒球队，所以我现在要去换班， Eric 下午有事情，那我就得带菲奥娜回家，然后去接班，去看着 Lucas 他们。菲奥娜一分都没有吃到那个 birthday cake， 所以有一点点不开心。我已经答应他了，爸爸会给你买一个 birthday cake 回来，好吗？给大家看一下你化的妆，好好看的，好漂亮的啊，白雪公主啊，不对，你叫什么 Elsa 是吧？我看一下嘛。有什么害羞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看不看，走吧。Shady Canyon 这个小区，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真的是耳湾你找不到第二家这样的小区，不喜欢的人会很不习惯，就是撂棍砸不着人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家奶奶吧，住在 Woodbury， 她可以随时出去买东西，买吃的喝的用品，包括弄院子这些花花草草化肥啊什么东西。住在 Shady Canyon， 你出不去的，你没有车，你是很难走出去买东西的。虽然我的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但是约好了的这个核磁共振就在耳湾这个 Shady Canyon 这条路上，还是坐一下吧，照照脑子。昨天打完之后其实屁股和腿又有点痛，还在休息休息，下个礼拜六再打吧。我家对面的泳池公园里一片欢声笑语，全小孩在打闹嬉笑。回家抹脸防晒霜，拿了球队的这个门票去找 Lucas 了，换班。其实作为城县人，作为耳湾人，天使队才是我们的主场，上次去的那个道奇队并不是，但卢克斯好像喜欢道奇队多一点。很奇怪，他们不允许我带那个长焦镜进去，上次在那个洛杉矶道奇队的时候都没有这个要求，所以我现在得回到车里把我的长焦镜镜头放到车里去，也就意味着我没办法拍到很多很精彩的球场上的画面了，因为我现在说话的这个是广角镜，太远了，手机的三倍镜，试试看吧。真的很奇怪这个规则，我们作为业余生活 vlog 爱好者又不可能啊，算了。虽然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但是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这里会是我以后经常来的一个地方。卢克斯他们棒球联赛甚至都发票让我们来，所以卢克斯，而且这里距离我们家又近，这可能会是以后我帮卢克斯安排的一个经常性的家庭活动吧。我刚得到的消息，这个比赛会打到晚上的6点钟。天哪！我这一天就跟这两个小胖子，不是小胖子，卢卡不是小胖子，就跟这个小胖子，还有我们家儿子耗在这里了。Happy 吗？你们两个 ？Happy， 简直了，就像我小时候打篮球一样， oh, gonna... 太 happy 了。Throw it， oh I threw it。你们刚才有拿到他们扔过来的球吗？对，是这个。这个是的。对啊。这是 Lucas 带的吧？对。你现在就会骗我了啊？不
待会儿如果那个镜头给到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可以站起来跳舞吗？会啊。可以吗？会啊。你会跳吗？会。我越来越意识到，在我们南加州，一个帽子是必备的，必备的。现在我如果没戴帽子的话，真的晒死。从现在晒到六点钟，真的会晒死过去的，晒昏过去。所以我准备让迪伦再给我挑，买个五六顶吧，每天一顶换一下。我要收回我说的话，我刚刚问过他们两个，你们两个喜欢天使队更多还是喜欢道奇队更多？天使。所以你们现在是天使队的球迷了？对。太好了，这是我们的主场。这谁？就 Mike Trout 呀，他这个人，你看 ，27。就是他。对，就是他。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大家还记得我昨天 vlog 里面提到过的我的新港的 VIP 客人好朋友送给我的那个从香港买回来的像红花油一样的东西吗？我今天早上让我老婆帮我在大腿的后侧涂抹了，然后按摩了一下，我当时觉得还好了很多，但现在我有了 problem。 我的麻烦是太阳直晒的那个椅子很烫，再加上我今天穿的是黑色的牛仔裤，这种直晒的阳光让我抹过这个油的部分特别的痛，就是感觉像在火烤一样，无法忍受。所以 ，Hello， What's up？How are you？Go Angel！Go Go Angel！ 是谁？不认识的人，上我们的 YouTube。你们要去买东西吗？我也在拍。我讲到哪里了？对，就好痛，我现在完全没办法坐在那里看，这。哦，没想到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帮我们家做装修的成功人士，他们一家四个男孩，也全部都是喜欢玩棒球。实话实说，棒球是比较适合华人的男生从事的运动，就是篮球啊、橄榄球啊、足球这些，身体对抗性太强了，就是真的蛮吃亏的。像林书豪这样的，很难很难出一个。但棒球的话，你像很多日本裔的明星打得非常好。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我们要提前离场了。一个是因为卢克斯待会儿要学钢琴，还有一个是因为我们要错开这些所有的几千辆车一起出去的这个高峰。我们在离开，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进场去往那个本田中心，那边应该是一个冰球场馆，是冰球场馆吗？卢卡斯，是这样子。对，所以这个体育活动真的是美国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链。如果卢卡斯或者是 Patrick 以后能够做职业运动员，那真的是 dream come true 了。老大
大、老二、老三，嗯，镜头一个都不能少，嗯，老大、老二今天拍了好多，嗯，老三没拍很多。Hey baby， 你洗手了吗？饿了。不好意思哈，要洗手才能摸哈。洗完手。饿了。你们到那边桌里面吃。妈妈喂奶奶喝，嗯，是吃妈妈的奶奶还是吃那个奶粉？妈妈的奶奶都是妈妈的奶奶，这也是我的。啊，这个我可以喂，让我来喂呗。爸爸来喂奶奶喝，爸爸来喂奶奶喝，爸爸来喂奶奶喝。爸爸回去了，爸爸有工作了，你们在这里玩，爸爸得工作呀。但你可以帮我的是，你可以 kiss 我。You wanna kiss？ 你要 kiss 我一下，我就可以留在这里。啊？去哪里？去哪里？这里。你亲我一口，我可以待五分钟。No。多久？我亲你一百口，你就需要待在这里，你就我们走，那我们就跟你一起走 ，OK？ 那亲脸不算，得亲嘴。好，那亲你嘴50遍，然后你就需要待在这里，然后我们走的时候你跟我们一起走。这样吧，你亲我嘴巴一口，我在这里陪你们再待一会儿，然后待会儿我先回去工作，你们再回去，奶奶在这里陪你们。好吧。好了，朋友们，这一周的 vlog 又更新完毕了，平凡而又愉快的一周。这周经历过伤痛，也体会到健康才是幸福之本。啊，现在还在慢慢恢复的过程中，但是已经好很多了。那下一周我预计可以全力投入工作了。我们新的房源、新的土地挂牌的，还有我们新的地产战队的成员，会为大家带来新朋友。那下一周呢，会在我的 YouTube。专业的地产频道中更新一些内容，不过其他平台的朋友们不用担心，其他平台我暂时不打算开两个频道，还会同时在我自己的个人频道上更新。那 YouTube 的话呢，我会用我个人的频道转发我地产频道的视频，所以也没有关系，还是更的频率的。对，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